Good morning, The Guest Right， 我是 Angus。So, 今天是我们 The Guest Right 的第一个 car meet， 所以我 organize 这个 car meet 是 for 两个 decade 以上的车，不过 any 车也是 welcome 啦。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辆1901 Evolve 2， 我已经把它的 rim 换了一个原装的 rim，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适合这辆车了。之前你们看到这辆车的 rim 呢，是比较那种 modern 一点的 crystal style 啦。所以今天这辆原装 style， 所以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车。首先我们来看到这辆，这边有一辆东瀛法拉利，也是法拉利 Red， 所以他们叫这辆车东瀛法拉利啦， NXX 也是一辆很经典的车啦。过后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有一个 decade 以上啦，不懂有没有两个 decade， 我觉得是一个 decade 尾，还没有到两个 decade。Cayenne Safari Rotiman Porsche 这个 edition 是比较 off-road 一点的，可是你看啊，虽然它做到很 off-road 啦，可是它用街的 tire 哦， Pilot Sport 4 SUV 还差一点东西，差一点。所以我们看回这个主题啦， The Guest Drive Classic Meet 1.0 的主题就是看这种旧车 W124，这种老奔驰啊，老奔驰，你看到这种 top 皮的经典啊，就是要保留这个样子，不要给它弄到很新很新样子，旧车才有这个味道嘛。这种这样子东西 ，C Class， 这个是 W202 啊，这个经典 W123。经典的 E 的 D， 不过这是四个门的，我有一辆在卖啦，青色那辆还在卖着，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 E 的 D Coupe， 我那辆青色的要卖，有兴趣的话 PM 我 OK。 这边是 The Guest Drive 的 JDM 区，这一排全部是 JDM。 首先我们会看到一辆比较新的啦，这个我不是讲很认识，这辆也算 JDM 吧，苏巴路的一个 WRX Wagon。 OK， 我们看到这辆 Type R EP3 呢，哎，这个做什么 JDM 啊，哎，算了，这个不要讲，这个 JDM 啊啊，这个我们看过了啊，之前出的 video 有介绍过这辆 DC2， 同一辆来的。OK， 这辆车还在卖着，有兴趣的话别我们。RX7 Lottery 啊，钻子引擎有没有锁？锁了，也是看不到。不过 RX7 就是经典啊，钻子引擎啊 ，Lottery。斯巴鲁我也是没有加过。GC8， 他讲 GC8 啦，如果不是的话你们 comment 在下面。哇，这辆特别我喜欢，这个 EVO Wagon 不是很容易找，你看到它的尾巴后面啊，没有屁股了，这个真的是有它的味道啦，车主也不会卖了，我觉得它有这样特别的车，刚买不久，刚买吧。 Lancer Evolution MR EVO 有 EVO 的味道，哇，这个 S2000 呢，它本来要出 Type R 的，可是它没有出到 Type R， 所以它的不是 K 载，它只有 AP1 AP2 吧， AP2 新款一点，这是 AP2 啊，开封小跑车，就是你要找一辆开封的就只有 S2000 啦，我们讲 JDM， 这个算 JDM 吗？ OK 啦，也算啦 ，OK 啊，小小的一辆，好像 Go Kart 这样的车。所以本来呢 ，Chris 他想要买这辆 S660， 可是打压力，就有点像啊。可是这个销量很多哎，你看他在他旁边，好像小弟弟一样。网红车你们认识吗？你们如果知道这个车是谁的话 ，tag 他在 comment 下面 ，tag 他。
EK1 它跟 EK9 的分别就是多了两个门，这个也是 K 仔 K20 很多这种 K-Tune 这辆车啦，应该是下 track 的，因为后面的一直拿掉了。嗯 ，track 车 ，track car K 仔啊，要稳 K 住嘛。唔识嘢。OK， 我们看回老车，我们看回老车。OK， W124 有它的味道啊，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味道，不是臭味啊，就是很有味道哦。这是北大喊，这种车如果 daily drive 的话，这样顶得顺。哇，这个帅耶！就这辆也是一辆 Decade 的车啊 ，Land Rover Defender 90 Pickup。就这两个我们那种青色的有点不一样，是因为它后面是一个斗来的，可是后面的斗放不到什么东西啊，因为很短。这辆车就是很可爱，它这样子 QQ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后面。所以你会看到这种车哦，小小辆啊，这样玩具车这样子，轮又大大力啊，然后后面这个斗你看这样短嘛，这样短放不到东西，就是有一个 button 哦，有一个样子给你看哦，很帅、啊。现在是早上十点啦、啊、车都已经七七八八了来到这里。然后今天也是想不到啦，今天我们 Decade Drive 的第一个 Commit 有差不多整40辆车来这边。所以谢谢有来这个 Commit 的朋友们，所以我们继续看车啦。所以这边有一辆 Fair Lady， 这个也是 JDM。很少，现在很少在路上看到有 Fair Lady 了，而且敞篷的 JD 的 Fair Lady。哇，这两窝窝。四方灯两粒，哇，这个也是很经典的。引擎没有太大啊，还是有一点歪压可以看到，不过很像很厉害的，很像很厉害。哇，这干净啊，这刚刚没有什么看到，因为那个年代的引擎就是这样简单，简单了解一下，这里引擎应该是卡贝达的。对 ，Camera around， yeah， what's up？What's so powerful about this engine? What's so powerful? It gives me joy. Gives you joy. You still get cut by modern four-cylinder turbos, but you know it makes all the right sounds. This is what engine model? M103. So it has been reinforced and modified. It is modified to handle electronic fuel injection, so everything's controlled by an ECU. There's a bigger throttle body on it. There's a kind of a neat hot air intake now. Okay. But yeah, tuned. Has kind of a half exhaust system on it. How many horse now? On the wheels, 184. 184. So far. So this is your daily, right? It's my only car. Okay. Nice car. Cool. Proper build. Decade Drive 也是有 Supercar 的 fans 的。Hey, thank you. Thanks for coming. So 这里有我的 brother Venturi Motor 的 Chua. So Chua 来介绍一下这辆 EP3. Before 我们 review, so 你先 brief 一下这辆车。OK, 这台车是02年的 EP3. So EP3 是当年2000年初的一款 Civic Type R 啦。是 Europe 的。对，它是 UK spec, 然后它上一个这一任的车主呢，他从英国带进来，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任车主。说自从那一天他 import 进来马来西亚开始，他就好好的去照顾这辆车，然后也很少去开。说里程数也大概跑了20多千吧。他也是 K20 啊？对 ，K20。说这辆车现在卖多少钱？这辆车要卖的话，诚意的人 PM 120千。哎。讲 PM 了、哎、还要讲价钱呢？哎，要讲啦！没有红是东西。东尼，你有这个 sticker 哦，你一个 ticket 最少都不可以卖哦。这边我们有网红 FK 八，你们认识 FK 八的网红车主啊？没有网红啦，没有。我想问你啊，我们 Decade Drive， 你在车在那边怎么？
这个也是 Decades 吗？那你跑 Decades 来了？我 Decades 哦。你等一下，你给我一张 sticker， 我聊下去就是 Decades 什么？敢多大？啊，可以吗？可以吗？这边最新的车就是你哦。所以，讲慢，这样子。不可以啦。这样子，我们先把你这个车给我驾。OK。没有锁匙，哎，有。对啊，我们等一下出来有一辆 FK8 了，可以 review 一下你的车吗？可以。下次啊，今天不适合主题。我们安排一下，对，你是我的 channel 的第一个新车有 The Gas Drive 的这个，平时我是给旧车报的。会不会拿 sticker？ 你应该很厉害啦，你车这样的 sticker。有 sponsorship 吗？你今年几岁啊？今年24。24岁。所以这辆车是你买的？公司哦。公司啊。嗯。所以你是富二代吗？不是。一代？富一代？不是。三代？不是。像是什么？你想我之前在新加坡做工四年，你算富二代没有？你在新加坡做工四年没？好的。做了四年就可以买 FK 吧？做了四年要存钱哦，然后回来你要做 project 哦，就可以买。嗯、做什么了你是？做场馆。场馆。嗯。听讲你是富二代不是？没有啦，那直接讲我是富二代。你们知道他是富二代吗？不要被绑架哦，不要。如果你们知道他是不是富二代的话，comment在下面。所以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里了，我的团队已经长大了，所以介绍一下自己。sorry 啊，有点怪怪的这些人。喂，年轻人。Hello， 你们大家好，我是 Decade Driver 两百万。大家好，我叫 Cyrus。你们是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来看车。没有，你们是在 Decade Driver 里面做什么？我们是做他的小助理。有车 ，sorry。我们是负责经营 IG 的。还有 TikTok 的，还有抖音的，拍短片吗？啊，就是短片、短视频。所以拍这个短片，全部你就看到他们两个，看不到我。我不拍短片。我们啊 ，Thank you。记得 follow 我们。今年几岁？刚满18岁。对了，我们22岁。OK， 喜欢我们 video 的话 ，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拜拜。喂，拜拜，拜拜。来一句看我们来。